提出来说要大家照顾老艺术家嘛，不，但是多年为大家唱革命歌曲的老艺术家要大家照顾。很好玩的地方是，法律审判还没有结果，就法律的程序还没走完，但是人民法庭已经判决他有罪，这就是并且已经处刑了。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对对，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了。就是，当然就说这些骂呀，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啊，我现在就觉得好戏在法庭外啊，就是法庭内咱都不知道这个保护未成年人那怎么审的，咱都不清楚。可是这个法庭的这个消息举证层层层，不会管真的假的，天天爆出来。嗯，因为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今天这个点击率的这个时代啊，所有的这个新闻全是10000多的这种跟帖。啊，这种这么那是不是网站能赚钱呢？对吧？这个吸引，这是最大的话题，对吧？然后呢，你觉得这个案子真就像文道说的那样，目前对于双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回事，我们无权裁判。就连比如说跟你在一起那几个人，到底是谁，讲了半天，现在也都还不知道嘛。我有些朋友碰到我说，哎，你知道内情啊？据说李某某这个对，不能叫人家名字。据说李某某那后面几个人啊，各个背景都还要更厉害呀、啊。对对对，我说据我所知不是哦。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消息落后了。没错。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是拉他出来是一垫背的，是吧？但这个现在讲出来，你想看不反映我们今天的媒体很可笑的一个局面嘛？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媒体，中国人都不相信。不相信正规的报纸，不相信电视台，不相信电台，觉得这里头爆出来的消息不是被过滤掉的，就是被审核过的，要不然就是骗人的。那么于是大家转而相信网上的东西，但是网上的东西是更加没办法去确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于是呢，每个人都在谈起的时候，因为另外那四个人是吧，是谁呢？我已经听过有 N 个版本了，然后每一个人都说你这个消息落后。那有时候你问说你这个消息从哪来的呢，他们都说我这个消息是谁跟我讲的，今天我们确认消息来源是你认识谁，谁那个，哎呦他很牛，那你这个消息多半是真的。没错，对，你知道这有点像什么，像今天在中国买茶叶，你知道什么叫在中国买茶叶？以前买茶叶，中国人买茶信的是茶庄，就比如说我不是信这个龙井的某一家农产的产庄好，而是信这家人卖茶叶他不骗人，那我总在跟这家买茶叶。但今天不是，今天在中国你们注意到我们喝茶的人是怎么样，茶叶买的都不能叫好茶叶，总得要人送，送还得看谁送，谁比如说哎，要是谁，哎，他在怎么样他给我弄，就提人。对，你所以你就说这个这消息也是这样，你过去我们这个朋友圈子里哈，就有那种朋友，就是哎，就是他太讨厌了，最后谁也不要跟他做朋友。可是严格说来，他是多么大奸大恶吗？他不是，他就这个嘴啊太臭了。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个嘴太臭了，就是说啊，别人给你讲的事情，转头就跟别人讲。你在这个朋友把你当朋友，给你讲一些自己的事情，第二天就全北京城他给你霍霍的。后来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是说因为他这种人性啊，你这一辈子失去了多少朋友，遭受了多少打击，但是为什么这人改不了，像一种病。就后来我慢慢觉得啊，这可能是一种啊，是不是自卑造成的，就是说啊，我才理解，因为过去啊，我是觉得不要跟人嘴严点，对吧？但是呢，有这么一种人呢、啊、他以这个占有信息，我才慢慢开始理解这种人的快感。他为什么要把你的秘密，你告诉他的，要跟所有的朋友讲呢？而且他讲的时候还加油添酱，还加上他自己的创作。他要显得我呀，多么的，这算是很重要的人吧。很重要，你看我什么事儿都知道，什么路子我都通，对吧？你哪儿？你公安部的事儿我知道吧？安全部的事儿我也知道，对，是吧？甚至常委今天开了会，我都知道。而且明星的事儿我也知道。说话的时候突然把声音放低一下啊，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更加相信他。难道说就是说跟朋友说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事儿，这个事情会很有快感吗？对，我觉得他们享受资源嘛，就话语权吧。对，这个也是一种话语权嘛。不过我倒是这样看哈，我觉得围绕这个事情，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案情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已经讲得纷纷扬扬。这个纷纷扬扬，我觉得有好处。它并不是纯粹出于什么情色八卦。你看大家这个事情的八卦，它背后至少澄清了两点。
我觉得在这一批大家上万条的这些东西当中，陈清兰第一点就是说，谁犯事跟他受惩罚有没有关系呢？嗯，你明白吗？大家为什么要猜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嗯，大家都在猜，大家都有一个期待，这个是一个大家不希望看到的期待，就是说如果这个犯事的人是不一样的人，他就会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嗯，这个是大家心里很害怕，而且又期待，好像又不是他，又不敢相信，所以大家要给他制造一个反着的不一样的待遇。哎，对，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有历史的，在我们很长的历史里边，我想起在我小的时候，假如有人说白毛女被强奸了，被一个过路人强奸跟被黄世仁的儿子强奸，那罪肯定是不一样，对不对？你黄世仁儿子，你这是翻变天啊！你这要是自己里边的一个平等，那他只是一时失去人性啊！你看，所以我们已经多少年已经习惯了一个叫谁犯事是不一样的。你同样打人，你地主儿子出来打人，跟一个干部儿子出来打人，受到的惩罚是不一样的。嗯，那么今天我们从道理上已经觉得不应该这样了，对不对啊？说王公贵族犯法也跟庶人同罪什么，但是大家又不相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个犯事对象是什么人有没有关系呢？就陪酒女还是一个良家妇女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又是大家的第二个疑问。对，清华教授认为，清华教授认为是有关系的。对，那么很多人，白岩松说这个犯了众怒，那就是说大家老百姓认为不应该有关系。你看这两条东西，就犯事的人有没有关系，对象有没有关系，大问题啊，这牵涉到我们法治的根基啊。所以我觉得是虽然还没触及案情啊。你这个倒是这个分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嗯，中国人看人呢，确实主要看你是哪个门里的人。对吧？哪的？你什么身份的人？你什么身份的人出的事儿那是完全不一样。嗯，对吧？我以前打过一次架，20年前跟人打架，在上车的时候打架，眼镜打掉了。但我打那个人其实更厉害，因为我手里有把折伞。哎呦，现在我都回想不起来是谁先打的，就是一片混乱。结果我们一起到派出所里去。还是说警察先看身份，那个人是安徽跑到上海来没工作，我是华东师大研究生。嗯，我记得那警察一看就说，他根本不问事情，他说人家一研究生怎么会跟你打架呢？肯定你不对，罚他赔钱。是的，我虽然是这个案件的受益者，但是我深深的感到这种看人来定案的这种方法，嗯，其实是非常长久，而且其实现在大家很害怕，就这个。而且有的时候啊，也有这个倒霉的例子。嗯，你知道，就是这几天差不多还正好是这个日子。嗯，1983年8月25号这一天，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嗯，好像我忘了的名字，好像叫朱国华。嗯，当时在天津。嗯，那么当时叫什么呢？流氓罪。流氓团伙几十个人，是。但是今天说起来这个罪名是什么呢？他大概跟不少女的睡觉，可能睡了得有30个。嗯，那么那个时候这流氓罪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取消了。严打的时候讲究咱都知道，对，是吧？那时候枪毙了不少，从快从严，甚至你偷一东西判你无期，对吧？等等。哎，那么你看那个时候那些个人呢，有一种潜在的心理同伙，就说他是朱德的孙子，怎么可能毙了他呢？嗯，这结果呢，就说咱们都往他身上推，都堆到他身上。本来大概只有3个，现在变成30个，就都堆在他身上。就本来呢，只是作风不正，现在是迷了。对，不是，照今天严格说起来，就是睡30个女的也罪不至死啊，对吧？也甚至只要不是同一天，对，只要不是强奸，对，是他只要不是强奸，是不是罪？李银河博士还可以发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但咱不管那个，按当时的这个办，最后就活生生的把这个朱国华枪毙啊，枪决。而且随着这个枪决啊，哗一下，你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传说。最经典的传说是邓小平当时拿到这个材料，然后邓小平一看交给康克清，就朱德的遗孀，然后最后康克清老太太大义灭亲，说这毙了他，
当时这个朱德就曾经留下过遗嘱，我的这个子女孙女儿如果是干犯国法，你登报脱离，跟他们声明脱离关系，对吧，按法严办，对吧。但是这些传言后来被证明都是没有根据，当然是假的，都是民间，绝对是假，一想都想得到。《红高粱》里边虚构的情景，那个司令把枪交给那个叔叔，没错，这是虚构的嘛。其实最厉害的大概就是他把叔叔打死了，没错，对。所以呢，你时代毕竟是在进步，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一直和新闻人物打交道，他们通常很远，需要去揣摩言行举止才能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很近，一两句生动的点评就能够勾勒出人物的精髓。无国界的收藏，素描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加多宝环球人物周刊，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省电、安全、舒适，同时洗澡、洗碗、洗菜，热水都不断。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你用了也会说好。顶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刚才讲到了这个朱德的孙子，嗯，我不禁我又这个想到了陈毅的儿子，嗯，这个陈小鲁，你可以看看他的尊容，这是这个陈小鲁啊，这个、要是说最近真有点像啊，哎，还真有点像，你不说哈。你想想看，有点像，是有点像啊。对，最近8月20号嘛，网上现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这个道歉信，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字句哈。他当时啊，他说我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劳保，就保守派嘛，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然后他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啊，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呢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你注意啊，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啊，为了民族的未来，你看这高干子女他一说话就说大了，就是高干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和的，这是我就说他说的很大、哎、这真的是他写的吗？我早就看过这封信，但我一直怀疑是确认吗？那网上的事儿不好说。但最近好像这样的有好几个，是吧？这个咱们没有跟陈先生这个求证过哈，这个也不知道，不能确认，也可能不 是、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一个现象，就是开始是一个两个，到后来是四个五个，纷纷的在媒体上啊开始登这个对自己在文革当中个人行为的这个道歉信。因为我记得当时就刚刚这个粉碎四人帮之后，好像大家都找着一个归咎的这个对象。咱们这个邓小平讲的历史问题若干决议，也是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化革命当中他有一些错误，他有一些错误，三七开还是多少开，对吧？哎，就往往觉得都归他，或者都归四人帮，甚至都归林彪，对吧？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我记得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哎，为什么都要说是怨另一个，怨某一个人？我们当年每一个人不也是参与者吗？是。于是就有了，你就比较熟悉了，巴金的什么？忏悔录。忏悔录。对，当时我记得是巴金先开始就。
第一个就是这么大的水响入，这么大名气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出来，嗯，对。然后后来慢慢也陆续，其实有不少知识分子啊，有坦白过写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这是一个困扰了，我觉得大家三十几年的问题。为什么呢？每一回我们在谈，比如说比较日本跟德国，说怎么对二战的责任的反思，你很难不同时暗暗的要联想到，那我们怎么办？那文革的时候，不要，其实不止文革，就从知识分子的话，最熟悉的几场针对知识分子，从反右开始，一路以来，这里面有多少重要的、名气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犯过一些错误，后来他就有反省吗？如果我们这样的反省都不做，我们怎么样去手指指人家？或者我们怎么谈未来呢？还有另一个人登在这个报上杂志上叫刘伯琴的，这个我们可以出一下他的这个郑重道歉声明。前面大体就是类似的情况，就当年批斗老师了，对老师不好。然后你看，主要是他最后这几句话，他说：“垂老之年呢，沉痛反思，这个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是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所以特诚恳道歉，记述前言。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地球上有难以抵达的四大极地，还有每个心都在追寻的第五极——欢乐极。北纬二十度，观澜湖海口国际度假区，世界的欢乐极。名山秀泽，天地太和，祈福天元谷，寻梦黄花溪，青州太和旅游风景区，欢迎您。其实我在这个道歉里啊，看到的还不是政治性，嗯，而是这个人性，嗯，我一直觉得这个人性其实是挺恶的哈，但是我又发现人性里有一个，就是作为折磨着人的人性里有一种东西叫债务，或者你叫什么忏悔，或者有些人叫良知，就是啊，而且这种啊，尤其发生在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道歉的这个人呐、啊。人的生命是很无常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哗一下，突然就这个人一下就过世了，你这么一个中风一下就没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哎呦，这个就是欠这个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折磨那个人。有些鲁迅说啊，我死的时候一个都、不饶恕、不原谅，那可能是他你自己死的时候。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是啊，如果是别人死，你心中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别人突然死了的时候啊。你心里啊会特别的不能饶恕自己，就是这也是人性当中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非常真实的还原到那个情况，就是一批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老同学，当初同班的同学，现在重新聚会。你想现在这些人有的退休，有的是高干，有的是大公司的总裁，头发花白，当初大家是一起红卫兵斗过谁谁谁，一起做过什么什么事情的，特别是还把老师再叫回来一起见面，当初我们曾经剪了他的那个老师的头发的，我们把浆糊砸在他身上的，我觉得这样一种场面是真的是人性的发泄。嗯，所以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心灵的怎么来说进化，来一种进化。而且 你把你当初做的这个事情你说出来，真是这是就对了，你将来去另外一个世界都是有好处。而且你知道，我还给你看一段评论，就是说啊，这种东西要没说出来，大家都积在心里的话呀，可能会成为你这个社会气氛不好的一个心理基因。当然，你可以看看这个有关的一个对这种现象的一个评论啊，就是说，当事人的宽容，就是受害者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的修复啊，仍有赖于真诚的悔过。
不管是一个人的伤口还是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道歉，总是躲躲闪闪遮掩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你注意这句话啊，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啊。嗯，但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以前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汉娜·阿伦特他讲爱智曼审判那个事情，就一个帮纳粹去作恶的一个纳粹军官，嗯，他熟读康德，他平常很有文化品位，人也很好，但杀人无算。他在审判里面他说，其实我只是听上级的话，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文革跟纳粹不太一样，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当时人人都这样，不这样你没办法，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不参与去斗，那人家就来搞我了，对不对？所以很类似。那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我们长久的把这个责任啊忘记了，或者说推到一个集体，一个很抽象的集体上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阿伦特讲的那个就是你进入一种不思考，就整个社会我们会陷入一种没办法自己做一个良知的判断，自己不思考，这样的社会长久下去它还是这个样子，就还是一个人人都不思考的社会，人人都只能盲从主流的意见，跟着大众的生活。然后这种人呢，其实没有道德生活可言，因为到了最后所有的道德生活都是你一个人过的，因为所有的决定是你一个人下的，责任也是你一个人担的嘛。而且怎么回头看这一段，完全决定了中国今后的方向。嗯，中国今天如果找不到前面的方向，就是因为昨天看不清楚。嗯，你这一群人，大家回想当初我们怎么会对着我们的老师剪得下他的头发？嗯，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坏人，他是敌人。对，为什么有说现在有一说，至少有某些人吧，这个人心坏了。因为曾经经历过，你看这次道歉的人还有道歉什么呢？举报自己的母亲，导致自己的母亲被枪杀，杀了自己的母亲呢、啊，出卖自己的母亲呢、啊，他所以他要忏悔啊。如果你不忏悔，你心里……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能不恶化，所以导致。